最近战绩颇佳的韩飞龙在这场比赛中惜败于对手乐理，这个结果让我们有点吃惊，但他自己却觉得输一场也好，对这场比赛的失利他认为是一场历练。看来偶尔的失利也可以让选手更好地发现自己的问题，也能更加清晰自己的目标与训练方向。可以说韩飞龙这一场虽然输了，但他有了更长远的发展，也算是一件好事。这场比赛的赛点可以说就是乐理那一下吸顶，就是这一击打乱了韩飞龙的节奏，让他在第一回合状态很差，直到后面的回合才调整过来。但这也让韩飞龙发现自己的不足之处，也有了弥补不足的方法。用中国的古话说，这大概就是祸兮福所倚了。虽然输了比赛，但也未必是坏事，至少让韩飞龙从不断胜利的兴头中回过神来，直观地面对自己的问题，才能有更大的进步。